今天小米吃完了，还把女婿晒了。俺妈说黑的健康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俺年轻人谨慎。我比你还白点子。我不能黑。等一下把这车卖了，看今年行情怎么样啊？行啊，买的好买好东西吃。你妈妈打算有小孩子？行，走，装车。咋就卖喽？俺那个涨钱呢？上年两一块五吧。呀，掉了一块那么多呢。啊，今年便宜哈。今年便宜，今年那个两毛多。哎呀，这一来最贵，一年又没卖。去年粮食留到现在。啊，怎么样？这半斤斤，一斤两毛五。啊，去年我卖了，能多卖两千块钱啊。现在就便宜两千块钱呗。哦，两千块钱一挂。没涨着，咱再涨着呢。再涨，说不定还要掉。差不多给他卖了呢，留着放家里边。对吧？还得晒。一小屋里半年。嗯。俺们家到底，俺妈说的算，俺爸说的算。上年他说算，今年我说算。行。那就卖了。好。上年吃完了，不涨钱。这今年听你妈再涨钱了，俺们有两人都。算账都算空气去了。卖了少聊一份心事嘛。好了吧，爸，够了哈。来给你看看哈。对，你来看看吧。说明还是阿妈涨钱，是不是？走走走。鱼现在什么都会干了，今天中午阿哥主厨，辛苦了。做饭。这现在炒凉了。看这个豆腐，想吃吧？鱼雪换吃猪蹄子。啊，四两给他吃。那鱼雪在俺家晒天黑了吧？没黑，我看都胖了，肚子变大了。见黑哦，俺家饭菜好吃，口味重。呀，你婆婆一下看来见黑了。啊，婆婆让她多干点喝的。进去吧。哈哈哈！哎，哎呦，给啃一口了。我想爷爷了。哎，我想你了，你想我了没？想啦。给我吃口糖来。周末带你们回来。你来不到啊，我牙要馋掉喽，想吃你的糖。牛肉也烧好了，那我喊玉月吃饭喽。行，赶快来吃。玉月，爸叫你别弄了，吃饭。好嘞，总共就这几根低头的，收割机也收不到，说的。到你家了啊，给他颗粒归仓。那走，吃完饭再弄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没有感觉啊，干点活没有什么感觉。小时候不是这样过来的啊？是。好，行，汉子做好了。好嘞，又偷懒了吗？今天的菜合你胃口哦。是吗？有什么？有大猪蹄。嗯嗯。走，吃吧。我要多啃一块。慢吃吧。我烧好管他。玉月，啃猪蹄子，你换一啃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哈。非要来一口。你还吃，我吃了啊，嗯，香吧？好吃，比原熏过的好吃啊，嗯嗯，不油腻，对比卤的好吃，我感觉是，卤是我最爱，俺们都是卤。你做完一起吃吧。好的，嗯，跟我吃吧，这吃啊，行，下午把地种花人哈，嗯，把所有活抓紧干完，忙完了也歇一下，弄忙了几天，嗯。